撒娇一下，好可爱哦！哎，它会这样子，你可以轻轻毛竖起来了，摸它的鼻子。它这个毛像颤长，这什么有什么意思吗？很舒服，舒服。这个就是母鸟在帮幼鸟整理羽毛的时候，它觉得妈妈来了，很像那个猫被拍屁屁那种感觉。对，然后你可以轻轻的摸它的下巴这里。哦，来表演，它带来今天带来的歌曲是《幼鸟》。这算很稀有吗？我看过好多次哎。对啊，金光鹦鹉嘛，哎，路上常常看到啊。有些阿伯都会放在肩膀上啊，对啊，公园都会看到。切，那你帮我们介绍一下，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特别在哪？这只鹦鹉啊，它不是一般的金光鹦鹉哦，它的这个品系相当的特别，跟刚才的狗狗一样，它是混种的。哦，它是混种的哈。这一只金光鹦鹉在台湾呢，你几乎看不到第二只跟它长得一模一样的。嗯，对，然后它这个品系也非常，有几只？全台湾有几只？哎，据说啦，不到十只啊，据说。哇，对，因为它的品种，它的这个血缘太复杂了。为什么要这样特别辛苦的培育呢？原因是它想要让它有更接近人吗？还是特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哦，一般来说呢，这种金刚鹦鹉在野外来说，它已经非常少了。那台湾呢，在亚洲地区算是在鹦鹉培育相当具有技术的，所以很多的国家都会高价的来收购鹦鹉的蛋，台湾的培育出来的鹦鹉的蛋。所以台湾在这个世界上哦，鹦鹉的产业是相当发达的，相当厉害的。台湾之光，这样子金刚鹦鹉要多少钱？哦，这一只去年将近40万。哎呀哎呀，他在拆你的表。哎，对对对，他现在快把它拆掉了。等于拿一台车在手上。哎，对对对，40万。哎呦哎呦，听到人家讲他不爽了。当初怎么会喜欢上他？喜欢上鹦鹉吗？对呀。哦，最早开始其实是我阿公跟我开始养鸟的。对对对，我阿公是从养鹦鹉开始。哦，我喜欢，小时候就喜欢跟阿公一起养。啊，我在路上看到那就你阿公嘛，对。哎，有可能。哎，你阿公哦，太有意思了，刚进家了。哎呀，林欣姐，你不要试试。试看把它放手上，我可以吗？你可以试试看。对对对，那你先看着镜头，马上可以就交个朋友哦，不会有排斥感，不会不会讨厌我。他的智商蛮高的，大概有7岁小孩子的智商。哦，7岁？对对对。他现在几岁？他现在4个月而已。4个月有7岁的智商？对对对，这种鹦鹉它非常特别，所以也因为这些原因，真的吗？让台湾人很喜欢养，寿命又长。对，就是我们走了，它都还在。对对对，寿命非常，八九十岁。来，然后你就把手哈，对对对，然后这样子吗？对，不要紧张哦。好，我要。好，你就停着就好，因为它重量有点重，有1.3公斤哦。好，举一个哑铃的手。哇，好看哎。好适合你哦，他对你的衣服好像很有兴趣。那可不行哦，不给大家衣服咬破哦。啊，来撒娇一下，好可爱哦。哎，他会这样子，你可以轻轻毛竖起来了，摸他的鼻子。他这个毛像颤长，这什么有什么意思吗？很舒服，舒服。这个就是母鸟在帮幼鸟整理羽毛的时候，他觉得妈妈来了，很像那个猫被拍屁屁那种感觉。对，然后你可以轻轻的摸他的下巴这里。哦，来表演，带来今天带来的歌曲是《幼鸟》。刚开始我是只有养一只，就是一般大家常见的，你在路上看到有人会带蓝色那种琉璃金刚，对。然后有一次呢，我就是带着琉璃金刚去鸟具，对，我就带着，然后我就发现哇，这鸟具大家都有一样的，对，我就想要养一只不一样的，我就跟人家不一样，对，我就想要养一只全台唯一。想问一下，他们是不是就是非常需要跟人互动啊？哦，对哦，这种鹦鹉呢，如果饲养它不够互动的话，它会忧郁，对不对？忧郁。会咬自己的毛，会咬自己毛，因为猫也会。哦，它平常吃什么呢？哦，它平常吃的东西很多元哦，包含那种很坚硬的坚果哦，它都可以咬得开。那现在这个年纪大概是喝奶的年纪，喝奶，对，还会喝奶，对，手工吃吗？手工吃吗？不行啊，等一下试试看。我都想吃它，好不好？所以也是杂食，菜呀肉都吃吗？它不太吃肉，我们人工的环境，野生可能会吃，但是人工的环境不太给肉，对，吃素为主。那今天要为我们表演一个，我们来喂它吃饭。它现在一直咬，就肚子很饿了。是是是，对，来大宝也先上来。它吃的好丰盛，比我还丰盛。对啊，差不多是我早餐的辣椒，它可以。对，它先选辣椒，你就知道鹦鹉它其实是喜欢吃辣椒的。辣椒，它不会。是那个
辣跟你三哦，辣跟你三，对对对，坚果。好，他现在吃的这个东西是无花果，哦，无花果干。然后他吃东西的时候很特别哦，他的这个喙哈是非常有力量的，好，他强而有力的嘴喙。但是呢，好，这些水果也比不上这根管子。这根管子里面装的是，你有没有看到它其实已经蓄势待发？对，蓄势待发了，它整个身体会压下来，像是幼鸟的样子。好，我来帮你拿麦克风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就是要来喂它吃奶。那喂它吃奶的时候呢，首先呢，我们给它泡奶的温度就是母鸟它身体的温度。如果你给它冷的，它是不会吃的。好讲究。对，要鸟妈妈冰牛奶不行，冰的不行。好，然后先帮它加一点水。它会帮忙剥壳，它会剥瓜子吗？好，会哦，现在已经会了。哎，那杨志回去吃瓜子都不用。然后呢？那阿公给气不好有没有？对，请他帮忙，对吗？帮我剥个壳哈。我怪你阿公不请这。哦，他这是他专用奶粉吗？哎，对，这个奶粉里面其实是没有奶的。哦，怎么说呢？它其实鹦鹉它没有消化这个乳糖的这个能力，哦，所以说它这些里面都是坚果、谷物，好，营养、维生素，好，把它磨成粉，然后再把它泡制一下。要不要加手工进去？哦，加手工进去，手工压碎了手。啃辣椒，啃辣椒，哎，他很喜欢，好狂哦。这都我都不敢一根这样吃了。对，鹦鹉因为鹦鹉他们的味觉跟哺乳类不一样，他们在吃辣椒的时候，他是觉得是一种水果的味道，他并不会觉得肿胀不舒服的感觉。它不像我们会有痛觉，它吃起来可能吃太辣嘴巴会肿起来吗？哦，不会不会，舌头不会不会，它会越吃越爽，不会冒汗。然后我们现在呢，把它哇打一下，哎，这好像我健身的高蛋白哦，我大家可以喝看看吗？高蛋白，哎，巴蒂，你有在健身啊？哎，有啊有啊，什么意思？哎，有啊，现在看到这个有反应啊，你看，哦，他知道他的内内来了，兴奋兴奋，好，好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大伯等一下。好，等一下啊，别动哎，就摇一下。那我可以让我们都轮流喂喂看吗？其实是有点难度的，有难度吗？为什么呢？这种软管喂食的方式，如果你的角度插错放错的话，哦，他三秒钟就死掉了。好，谁死？你塞进去哦？喂他的人没有了，没有。哦，吓死我！你说他卡在气管里面。我们现在就发现到这个困难，养他的困难喽。好，我现在放在他旁边呢，他开始摇。好，这个动作叫做锁奶。好，锁奶。锁奶。好，鸟妈妈会抓住他的嘴巴的旁边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把这个管子轻轻的放在他的嘴巴里。好，然后慢慢的哈，把自己，他会自己吞进去。一秒钟，是胃管的感觉，对，就是硬，好快哦！等一下，你就会看到他想睡觉了，就开始扒捆了，对，哦，保暖，他喜欢吃，哎，他吃东西会发出一种吉娃娃的叫声，哎，对，这个过程好像不是在很享受食物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哦，但是你看到他，其实看到管子，他是有欲望的，因为他们从小就是这样吃，他就会觉得啊，这个食物来了，食物来了，哦，对，这蛮特别的，你刚刚不敢看，对不对？我觉得都不敢，对，怕胃管的感觉吗？对对，其实不会。照胃镜，不然你要试试看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你问，你问巴蒂啊。我要配音一下，那我们就谢谢 Jack 啦，谢谢。